在彼岸的后续发展方面呢，吴启茂的账户交易1800万，吴启茂是说早在半年前就已经被查扣了，而私下跟媒体聊天的时候还透露说这个钱是吴淑珍的吗？我们来看看稍早他怎么说。我是那个彰化银行的账户。啊，所以有查扣的动作了，已经早查扣啊，早查扣，哎，啊，内底偌侪钱啊，钱是本身是你还是夫人？迄应该是蒙特珍珠，迄拢因为侦查不公开咯，迄特珍珠拢早了掌控了。我们看到吴警报面对记者的询问呢，是表示特侦组早已就查扣了这张颖的1800万，稍后有更详细的消息会随时带你关心。